好，翻嚟10月25日嘅啤利漫步，眨下眼咧，下個禮拜嘅今日咧就已經踏入11月嘅咯喎，係咪啊？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啱啱好11月1日啦，下禮拜五嘅啤利漫步，哇！真係時光匆匆，咁好在11月我仲同大家講好消息啦。咁11月我哋就唔使去馬拉嘅 ，OK？ 咁啊，照計就唔應該會有節目嘅，即係就會冇咗幾集。咁但係可能咧，就因為咧，我哋係11月中咧，我就會收寫字樓噶啦。咁啊會動會裝修，咁裝嗰邊裝修似乎唔關呢邊事嘅，咁但係都涉及咗可能有一兩日咧，即係就抵我哋呢度裝修啦。係啊，呢度因為我哋呢度後面我哋而家見到嗰啲 backdrop 啊，你哋見到個 backdrop 啦，就睇唔到我哋幅牆啦。咁都會拆翻開翻個窗出嚟，因為本身有窗嘅嚇。咁啊亦都可能係有啲調配嘅機器啦。咁啊盡量希望喺星期五六日嗰啲時間度做啦。咁如果唔係就可能都會影響，即係可能會有一兩日即係直播唔到啦。希望就唔好啦。咁如果真係有呢一兩日嘅咧，咁我哋就會去即係成兑現我哋嘅諾言啦。咁我就會玩去台灣，就係我哋去就唔關你哋事嘅。咁啊去台灣有咩玩呢？咁啊台灣畢竟都係食下嘢啊。係啊。溝下女啊，都係嗰啲嘢啦，嗰啲啦，吹下水啊，揸下車周圍撞下人啊，咁啊，睇下會唔見到陳同佳啦。係喺呢個M 啊，由法國嗰個嗱簡單啲啦。11-7，就是尖東的富豪酒店2樓，有個不知道什麼東西 M 文湯羅士那樣啦，那天就是我們會在這個尖沙咀東部富豪酒店二樓那個，哇，我老婆給我中文名那個的，好像叫做，我看看先，那個ballroom有人譯了翻譯了的，不是翻譯，原來本身是有中文名的，那個ballroom叫做 OK 蒙伯樂廳，咁我反而我想講下咧嗰個番簡，咁啊我咁我終於了解曬啲番簡嘅特性啦 ，OK， 咁應該下禮拜咧我就會有啲16% 嘅嘢代表咩咧？肉桂油同埋橄欖油成分全天然嘅，嗰只就俾你哋試嘅 ，OK。咁另外40% 最強嗰啲咧，原來係對濕疹啦、暗瘡啦，或者我聽日可以播埋啲片啦，下禮拜。咁我覺得係104蚊啊，最貴嗰只。咁有啲係101蚊嘅，有啲90蚊嘅，因為佢好好用，佢冇化學成分咧，佢一嚿好，佢真係用成幾用幾個月嘅，因為唔同一啲番簡，而家啲番簡你點知啊？因為我用番簡嘅，而家出兩嘢就屌屌咁樣細，好撚快用嘅。咁佢就好襟用嘅，咁可能一個月兩個月都係用100多蚊。咁如果你買啲即係用月桂油同埋橄欖油少啲嗰啲，更加唔使咁貴添啦。咁我用多幾日先啦，我用多幾日我先會俾呢個comment， 然後先介紹俾大家嘅。